好，来聊聊看吧。没想到今天晚上还藏了一个收获啊！先说说看，今儿晚上两个加我微信的，有一个我加了，有个没加。先说那个没加的，因为这个话比较少，就是跑来问我说，爱德斯的化学那边视频是否还要继续更新？我的回复也很简单，不更，不更新。可能会增加一个直播呗，是吧？明天晚上咱们来试试，来试试看一个直播，把它的第一单元咱们串讲一遍。其实也是好久没有讲过了啊，保持一个手热状态吧。主要是因为现在没有教那个东西嘛，就每天实际上还是得怎么说呢？你还是有这方面的教学，你才会有心思去更新，而且他想要让我更新的是真题啊，所以说啊更不是着急的事儿。先得有锅里的才有碗里的啊，真题不真题的更新来自于有没有这方面的学生辅导的，或者假如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能够如果能够自己办学是最好的，但是想法有点大。好，这是这个没加微信的，然后咱们再说一个加了微信的，我的北京那边拉丁语课程的一个男生的家长，昨天晚上看样子我在给学生们展示我的 B 站账号，看样子有用了。我还想着说，昨天晚上在写日记的时候，我还说，可能有些学生的话，你得耳提面命啊，你得拎着他耳朵，揪着耳朵跟他说去看什么东西。哎，结果今天就还真有人看我的 B 站，还发现了我的联系方式，然后给他家长说了，然后家长就加了我。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绕过了那位我谈崩了的那位，是吧？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吧，很久以前的一个老主题了。上一次说这个话是希伯来语那边，当时有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还要求不要直播，我在想着你一对一还不直播，我就觉得这好像就把门给锁死了一样啊。至少你说我直播一下，也许我还能哎起到一点点这广告效益，这一对一还不直播，然后你这个又不交钱的是吧？就什么免费课程，我觉得是有点说不过去了，也亏了。然后当时我就在想着说，用发展眼光看问题没？这只是暂时的嘛，暂时你就这么一个人，然后他不是很乐意你把课程直播出去，也许慢慢就会好起来，对吧？也许慢慢的他发现这个没那么可怕。直播没有那么可怕，或者我并没有把我的这个广告下架呀。理论上来说，现在仍然是个招生状态，即使是到今天为止，那个广告都还没有过期嘛，这仍然是一个招生的状态。也许会有人来，也许有新人加入，就不是一对一了，也许他就不会那么的在意这个事儿。所以话音未落嘛。话音未落，第二次给他上完课之后，就真来人了，对吧？就真的来人了。虽然说现在我还没有见到那俩，哎，不知道这周六能不能见到啊？不知道，是不是？希望这个课还能接着上下去。好，那么北京这边也是，就是跟那位负责传课的那个女士，上回谈崩了之后，我在想着说有没有可能绕过他直接跟家长这边能够接触上。那现在看起来可以，这不就已经搭上火力了，对吧？如果还是那句话，用长远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的话，也许以后我就不再依赖他了。好，这是关于今天晚上的两个，
加还是不加，加了一个，很好很好很好，就有加了微信，微信就有了，是吧？包括我的油管，我的抖音都各增加一个粉丝，可以。啊，这是今天晚上的事儿，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在刚才稍微的看了两页啊，新到手的这个加拉泰书注释啊，我其实没有太注意到，当时买的时候啊，我没太注意到这本书居然是马丁路德写的啊，这个宗教改革的领袖啊，马丁路德写的一个加拉泰书注释。大概翻了一点点，翻了一点点，我觉得感觉不太一样了。第一个是，我现在在教这本书，我的希腊语的中级课，我现在教学生读这个原文的这个，所以我自己得先把这里面的大概的含义要搞清楚吧。我还是希望不是只教会学生说拿着一个个孤零零的单词出来，他能知道这个单词形式是什么形式，变化是什么变化。不光是这个事儿，我还是希望他能够至少大意他是知道的，句子是知道什么意思的，包括整个加拉泰书到底在表达了哪些神学观点，他应该是知道的。我不是传教，我不是传教，但是也不能够太以其混混世招招了。好，这是这一点。另外，实际上可能也跟最近在学这个圣经课程有关系啊。我觉得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感觉有些东西感觉是更能看得下去了，也能好像感觉是越到位一些了。以前的话拿着可能没什么感觉，可能就读就会不觉得有什么意思。所以现在两边吧，两边都有价值。一个是它确实有用，从最实用的角度上来说，我得教学啊，对吧？不出意外的话，星期六的下午，哎，不对，啊，对，这没什么错，没有错。星期六的下午，对吧？又得给那个家伙上课了嘛，那你得有话说。另外一点就是可以结合自己现在的学习啊。来看看自己有多少变化。好，这是今天晚上的故事。录了一个视频出来，不长，大概十来分钟吧，肯定不长。虽然是后半段的经文，今天的圣经课程，但是那后半段经文里面至少有一半的经文是之前做过的，甚至可能一多半是之前做过的。我们会反复的去查考一些经文，或者反复出现一些经文，它会成为这里面重复的越多，当然你就会越熟悉嘛，对，就越熟悉嘛，乃至于可能成为你口头禅式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不是坏事的，不是坏事，应该要达到一个如数家珍，如数家珍，那就对了。你学完这个玩意儿之后，对吧？对。新旧约的这个熟练程度要狠狠的上一个档次。而且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能够看出在这方面的变化，这都不需要去吹牛，就真的能看得出来。尽管来说我们可能才这门课刚过去了可能八分之一或者九分之一，就是才开始没多久，一个月嘛，但是我觉得已经初见端倪，它应该对我来说应该已经有了一些带来一些改变了。我期待着说有更大的更深入的一个改变，也是自己在这个年龄上啊，到了现在这个年岁上，似乎应该是去想一些问题跟二十来岁三十岁的时候不太一样的。除此之外，就是今天白天的事儿了。
下午的话，首先是怎么倒着说啊？下午的话，首先是圣经课程那边第十二课，有课程就有视频要整理要输出，所以下午在临出门之前录了今天下午课程的前一半。其实那一半比后一半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要硬核一些，因为前一半基本上都是新的，所以那一半也确实录的时间更长一些，好像没记错的话是录了有接近半小时吧。后一半可就只录了差不多就一半这个时间，后面一半主要是太多的经文都是已经出现过的。明天还有一节课，然后完了之后应该有点新的东西，或者说把时间交给经文整理啊，交给读书之类的，咱们继续来。好家伙，继续来整理明天的这个圣经课程的讲义，希望在下周一之前吧，至少，对吧？因为下周可能在教学上可能时间会有调整啊，今天他也跟我说了，所以我倒是无所谓，因为下一周的话，我反而可能更空闲时间会更多，因为可能有些学生会请假，就以前的本来有课上的会变得没课上，那对于我来说没有其他的安排，我没打算去凑这个热闹，非要顶着这个最热门的这几天往外跑去旅行，我是吃饱撑的嘛。所以我的十一黄金周是错峰出行的十一之后的那一周，等价格回落至淡季价格之后咱们再出去。而且人家的黄金周是一周，对于我这个自由职业者来说，我的黄金周两个礼拜，往少了说两礼拜。这一次是确确实实想好好的回去一趟，是吧？走走老家啊，走走四川，第一次把自己老家和我旁边这个城市当做一个出 vlog 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很有趣味的突破啊。好，这是关于今天下午的这个圣经课程，就说到这么多。然后今儿上午的话，仍然是常规输出嘛，该输出什么输出什么，是吧？咱们稍微绕一圈。那希伯来语那边今天是结束了第七单元的课文正文部分，的确如我之前所料想的那样啊，今天的内容就少多了。昨天那个发表微信公众号的时候，微信公众号的字数统计是1600字，今天的话就只有1000字都不到，900来字吧。我觉得这是对的，这是对的，从坐下来的自我感觉也没有那么的痛苦。包括下一周我们要做第七单元，第七单元比第六单元几乎少一半的内容，几乎少一半的内容。如果仍然以一周的时限来做的话，其实就每天的量就真不大，可能每天保不齐只有700-800字的样子，也不错。错，我觉得希望以后它的各个单元都像着七单元似的，呵呵，别再那没完没了。
啊，这是希伯来语这边，明天还有一弹，把后面的练习题整理发出来之后，第六单元就做完了。可能也是苦尽甘来的一下吧。好，接下来是关于第二个事儿，今天上午的另外一半希腊语那边，今天上午后一半是干嘛去了？我是突然一下忘了。希伯来语是稳定输出，这个没问题。后一半是干嘛去了？今天上午是没有直播的，或者说没有英语直播的，那应该是希腊语那边吧，就是昨天的，昨天的那个讲义，昨天的圣经课程讲义，应该是今天上午把它弄完的。反正这段时间 B 站上面就更新的这个也不少。好消息是在 B 站呢，这个封了我一个，有一个确实没审过，但其他的全都审过去了。我是不希望自己辛辛苦苦录了半天，然后只有油管那边可以。我还是希望这个 B 站现在不，毕竟是用户数量或者我的粉丝数量是最集中的嘛，我还是希望这边能够给我争争气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就是说你现在确实这些东西，你说它有多高的播放量也谈不上，但是你在不断的努力，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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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做的方向应该是对的。在不断不断的去向别人展示说自己现在在努力在做着某件事情啊，慢慢慢慢的也许能给你带来一些其他的东西，也不一定啊。比方说有没有可能是吧，有人看到你那一堆东西之后感兴趣，来找你聊一聊给他上课的事儿，我觉得挺好，我觉得这就挺好。而最好是来一个组织，我觉得如果能来一教会的人那就好了啊，咱们就解脱了，这个下半年的生活就着落了啊。这是关于上午的一个收获。再来说点杂项，今天其实还有些其他其实零零总总的东西。举个例子， B 站不是封杀了一位叫西兰的这个混血小帅哥嘛，他最近做了一期，我觉得这一期做得非常好，关于性骚扰的话题啊，我觉得做得非常好。也就是油管上面的几个所谓的搭讪频道，但是说他是搭讪不如说就是纯纯粹粹以搭讪的名义对女生展开性骚扰，无论是这个强吻啊，或者说袭胸啊，等等等等。而且最后他给出了一个相当于解释，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光是展示别人的恶，我不觉得这个东西的价值就特别高。他给出了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好像这些搭讪大师 PUA 大师他们最开始的时候，也许那些女生并没有表现出极端的抗拒，甚至可能那些女生还嘻嘻哈哈的，这并不是表示他们欲拒还迎，或者是不表示他们其实已经内心上是许可这些事儿，不是。我觉得这点很重要，而简单的说，其实是一种懵逼状态，是一种意想不到的错愕状态，而并不是他们真的接受这个。这是为什么那些所谓的搭讪大师们，其实他们完完全全是在误导和为自己开脱。啊，除了他以外，今天下午还刷到一个。其实播放量也不大的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人他旅行从德清，云南的德清，坐长途大巴坐到西藏的芒康，然后这一路我几个月之前
我也坐过，而且我不是自驾，我跟他坐的差不多是一样的车，虽然我比他坐的还要长。我是从香格里拉坐到了芒康那边，最后是在昌都嘛，到达昌都嘛，但是应该说路线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中午吃饭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也是在盐井那个地方，我估计都是同一家店，同样的价格。我虽然说忘记掉当时那个东西那顿饭是多少钱了，同样的价格，非常非常不划算的一顿饭，非常非常非常不划算，非常糟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因为它是吃独食啊，肯定是跟怎么说呢，跟这个公交公司是有线下协议的嘛，按销操作的嘛，所以他们知道肯定会把人往这儿拉，而且人是铁饭吃钢，一寸不吃也饿得慌嘛，肯定会有人来吃，所以他们也可以有恃无恐，他们可以不提升这个质量，也可以，问题也不大，反正你有的是人来吃，不存在这问题。在我看来就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顿。具体的我自己的一个回顾在这里不说了，就在这儿不去翻那个旧账。感兴趣的话，现在住在苏州。对，我住在苏州。对，住在苏州，然后主要的活动在上海。因为每次从家里出去，沿着这条路啊，你现在看到这公寓旁边这条路往前走，又往东走，其实就是上海。大概走路半个小时吧，就可以到嘉定，上海的嘉定区。哎，以前嘉定不是上海的，就是从苏州划给了上海。我就开玩笑嘛，说以前在嘉定区的那些苏州嘉定的人又俗了，因为可能划给上海之后，他们的房价蹭蹭蹭就上去了。然后每个礼拜大概有两次去上海的机会吧，一个星期二，一个星期六。第二因为课少，晚上的一节课比较晚一点，可以在上海去上，我指的上海的主城区啊去上。而星期六则是因为在上海有一节希伯来语的线下课，虽然是线下，我还是很乐意往上海走跑一跑，毕竟那边跟这边完全，从这个视频素材来说，从包括从自己希望一节课都去线下，对呀，一节课也去线下。我其实也是给自己去上海一个理由啊，对吧？也是给去上海一个理由啊。那个去上海的话，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事情，我可以在那个网红街道上走一走啊，直播啊之类的，比在这儿我觉得有意思多了。上海是一个信息量各方面远远大于我这个华侨镇的，对吧？远远大于华侨镇。我也不希望自己活得太就活在这个镇上。好家伙，在一定程度上，为什么我丢了上份工作啊？去年那个在昆山这边的这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我实在是受不了，我要活在这个地方的这一个原因。就我第一天来这儿报道，我就觉得我怎么工作能到这个地方来了？当然，其实人是一只蟑螂啊，你在哪里都能够适应得下去啊。其实在那个时候确实刚开始的时候没适应下来，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受不了，然后当时给同事因为另外一个同事他香港人，他也说在这边连个像样的大超市都没有，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在华侨那边坐地铁，坐三站可以到，就是我现在天天基本上都会路过那个地方，到三站你就可以到前面的那边，那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家庭会了，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小规模。我当时就跟他说，我给他出这个主意啊，说明我自己也喜欢往那跑，自己也喜欢往那跑。我也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只在昆山，而且华侨一个小镇上面，生活就
大一个地方，你好歹好歹咱们也是在一线城市，也在好好在这里待过的人。好了好了好了，就说到这么多了啊，就在家门口就不聊了。说说明天的一个整体的规划吧。明天上午英语那边，星期五对不对？星期五是照例有直播，一个小时10点钟到11点钟左右。然后明天的话，西伯来语那边要输出第六单元最后一弹，六单元的练习题整出来。下午的话有圣经课，圣经课完了之后就肯定有这个经文需要去录制。除了这个以外，明天晚上7点钟到8点钟，咱们来尝试一个新东西。我们把这个本来应该给那个小女生上的辅导化学那个辅导课啊的第一单元，明天晚上把它串讲一遍，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看行不行？也算是投石问路，算是投石问路。好，那就先说到这么多。明儿中午的话，我们从这里一路走到安亭吧，走到安亭，到时候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明天上午的一个收获。好，先这样了，各位，拜拜。